这个功能就是说，这个键呢，就是按叫号就会叫下一个号码来。比方说，我们按一下叫号，哎，现在是21号，21号到这个柜台来。通常这边会有语音或者是叮咚的声音，就可以看客户他要中文，他要台语，或者中文跟台语，或者是有叮咚的声音，这我们都可以调这样子。它另外一个功能是重叫，比方说，我可以。21号没有来的情况下，哎，我再叫一下，确认他是不是还在这里，按一下重叫。21号，OK。假设没有的话，好，就按下一号。哎，叫号就按下一个人，22号。大概是这样，其他功能基本上，客户是不需要知道的，基本上功能就是这样子。那过号呢？过号的话，它也可以，比方说，我可以直接按号，比方说我15号，叫15号来。